我和你简简单单在河边偷水。啊，瑞妮跟我讲，很想念香港的美食，还有香港的风情。今天我就带来一个正宗的香港餐。你又懂正宗？人家的厨师香港来的。香港来的是不是有香港风情的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什么呀？呢个咩招牌？自己唔识睇咩？咁多个字。呢个牛奶西多士啊，奶啊，香港先有噶。试下。哦。咁你俾我一個黯然銷魂。你玩嘢咩？啲閪客嚟嘅真係啊！講咩啊？再嚟一個麻椒火龍炒牛溜粒。咩牛卵粒咧？真係啊！誒唔知你啊？呢個係嘛？係啊。嗯。咁你哋嘅奶茶係咪正宗㗎？你唔知嘅咩？我哋嘅明星廚師係香港嘅奶茶冠軍嚟㗎。哇！啲麻 Q 飯啊！嗰個食飽好快啲走啊！阻住個地球轉啊！真係啊！你可以不要嘎嘎叫叫吗？啊，这是老奶瓦多西啊，奶啊！哦哟，出！啊，上面还有很多饼碎，还有很多那些奶和那些饼碎，所以是甜甜，然后下面又香香，不错，这适合小孩子吃。哇，这里有虾多士，通常是正宗的香港餐才有。整条虾在上面，它的多士脆脆的，而且加上这个虾的口感。如果你要吃传统的西多士啊，这里也是有，也是很大块。怀旧的西多。西多士是香港餐必点的。各位观众，你知道什么叫黯然销魂吗？通常讲到黯然销魂呢，就一定有蛋，还有叉烧的。还有销魂。OK， 然后他拿来配这个菠萝包，他们的皮是比较薄，所以会更加的酥脆。他感觉很像真的在吃 burger， 不过特别的是，你有试过叉烧在 burger 里面？来，请你一杯正宗的港式奶茶。这杯就是冠军奶茶了。哎，这个是应用来的，不过从这应用已经闻，它得出那个奶茶是非常的香滑了。哇，他们的港式蛋挞很美哦，不会很美哦，不会很大力，可是，然后够脆。其实讲真，他们的蛋挞吃到有点像葡挞的口感。这个是滑蛋虾仁饭，哇哦，好美哦，它的虾仁饭。这个是火龙炒牛柳粒。哦，这就是那个脑溜了吧？你读就脑溜了。喂，你看很美哦，火龙果切到一粒粒的，像芋圆一样。这是港式风味咖喱牛肉，这是咖喱海鲜锅饭。哦。然后这个是海鲜粥。哇，它的海鲜粥有嗨的哦。有，这个是美式炸螃蟹的。哇，这个狮子令嘞！我保护你的大腿，来，喊我了这里有鸡扒和猪扒，哇，这个刚刚新鲜处理，热腾腾送上。它的猪扒煎得很香，而且这道菜很嫩呢。来，现在吃下鸡扒，会不会更嫩？鸡扒就很入味，很嫩也是。它这个 sauce 是 black pepper sauce 的，你们来这边可以熬的这个，好吃。你看他们的海鲜鸡翅锅饭哦，诚意满满，有虾啊、烧冬啊、青蚝，而且还要配上我最爱的咖喱，爽。这样子一口吃下去，实在是丰富，吃到咖喱的香味，还有 cheese 那个咸味，马上这个火龙果造型的，第一次吃这个搭配，牛肉本身就很香，再配上这个火龙果的甜味，都是一个很有趣的搭配。我看到这个滑蛋，我就忍不住要吃了，因为它这个蛋哦很美，它的鼓蛋，而且还有几粒虾仁在里面，啊，里面是白饭来的。有时候越简单的料理就越好吃，就这样子简简单单的饭，就让我想起我和你简简单单在河边偷水，吃饱饱。哎 ，Penny， 因为刚才我们做的是 pet area 的吧？对啊，没有错啊，我带这个 pet 吗？来，买包给你回家。你可以像他这样有爱心的抱住我吗 ？Hello，Hello，Yes。